共卫生理事会同新捷运与滨海湾花园合作，首次在景点设置清洁舱，让公众可以免费借用推车、钳子和水桶等用具来进行清理工作。这些义工每个月都会到海边进行清理工作，他们现在利用公共卫生理事会提供的清洁舱，在滨海湾花园捡垃圾。每个清洁舱内存放着推车、钳子、水桶等用具，方便公众进行清理工作。滨海湾花园内的清洁舱由公共卫生理事会与新捷运合作推出，新捷运今天同理事会签署合作备忘录，公司每年也会举办3场捡垃圾的活动。Businesses and corporates, they really have the resources and the expertise to get their staff, inspire change, as well as drive collective action. 新捷运希望这项合作能启发其他业者加入行动，以共同的确保本地环境的清洁。